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各位老师。哎，迟到了，迟到了，迟到太久，辛苦老师。没有了，不用，不用，对不起了。今天你跟你哥你们俩不在的时候，我们这个局面就垮掉了，完全。我们五个人就是黯然神伤的感觉，失魂落魄。对，我现在就想，向往的生活就没有你们两个，就是我们做什么都做得不好。真的，我不骗你们，确实感觉就。你问何老师，我们下午我们俩坐着一直特别难过。你，太阳出来了！你给师傅解释解释怎么回事？只能说是谢谢。失魂落魄的，特别难过。我也是奔你们俩来的，没想到这点了，你俩才到。我俩一天你俩没在，我俩是回去没有机票了。对，当时就要走，当时一进门一看没有人，当时就要走。何炅是我的哥哥，是玛丽的老师。对，就这情分都差点没拽住。没拽住，差点没拽住。后来承诺了他们，你们晚上会回来，全在合同里了。我俩一天你俩没在。